天呢就找了赖慧玲来帮我拍摄这个野马的 MV。 我曾渴望快点长大，预备远征的女孩，快跑去看世界。因为新同我讲就话揾一个有共同经历啊，即系经历咗一段时间同呢首歌，我听嘅时候谂起嘅一个人，咁呢个正正就系我读大学嘅时候嘅一个朋友。咁我哋经历咗好多嘢，咁多年可能各自生活、努力工作，但系有大事嘅时候，真系会打俾大家。好啱呢首歌嘅嗰个感觉嘅一个朋友就系 Ada 啦。头先话有少少眼湿湿，我真系认真望住 Ada， 啊，我又真系觉得揾啱人。不怕去乱撞，我只会冲向我愿望，那虽怕一世没有护航，到放夜向远处那星光奔往。其实都是想起我自己当时中一二的时候，有个同学就是想起以前，即我们又一起做了这些傻事啦，小时候到大个了，可能大家走的距离步伐都不同了，但是去到最后我们都会有什么大事都会一起分享，无论是结婚啊，或有小朋友之后啊，即很多东西虽然是走得很远，但总之总有一样东西是大家可以怎么说都是 in sync 到的。岔路里泪眼有告别转身，路途上某天碰到某位置，可以支持我呢首歌《野马》之外，亦都俾啲掌声呢个天后级嘅演技人马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呢个 MV 啦。